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là Howard. Trong khi Howard học tiếng Việt, Howard thường nghe thấy những tục ngữ tiếng Việt hơi giống tiếng Trung. Cho nên hôm nay, Howard muốn cho các bạn đoán xem chúng nó trong tiếng Việt là câu nào. Thứ nhất,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你猜到了吗? 这句话的越南语就是 等奶奶中奶奶. 但是中文我们不是看山, 而是看碗里和锅子里的食物。 你看, 那边有个女的好漂亮哦, 我要过去跟她要电话。 你不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好不好?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第二, 入乡随俗。 入境随俗。 没错, 它就是 nhạc鸭对tục的意思, 非常简单吧。 听说你去工作的地方有很多人吃狗肉, 你有没有入境随俗, 也去吃看看啊? 有啊, 我每天都吃。 哇, 你好厉害哦, 你都吃什么狗啊? 热狗啊。 第三, 好人有好报。 你猜到了吗? 这句话的越南语就是 恩恩感染, 好人有好报, 报在这里是指报应的意思。 虽然说报应这个单字通常是用在不好的结果, 但是好报在这里是指好的结果。 好人有好报, 意思就是好的人通常会遇到好的结果。 先生,给我10块钱吧, 我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 好啊。 谢谢, 您好人会有好报的。 但是我没零钱耶, 不好意思哦。 第四, 一口锅配一个盖, 一个萝卜一个坑。 嘿, 你猜到这是什么意思了吗? 没错, 越南语就是 noi nao vung nai, 是用来比喻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世界上总会有和他相配的人, 事情或者是东西。 你知道吗? 小美交到男朋友了耶。 真的假的? 她那么丑也有人要我。 一个萝卜一个坑, 听说啊, 她的男朋友也长得很丑。 第五, 做贼心虚。 刚刚那句话, 你猜到是什么意思了吗? 没错, 那句话的越南语就是 搞得人们, 做贼心虚是形容一个刚做完坏事的人在说谎的时候非常不自信的样子。 Howard, 窗户怎么破掉了? 蛤? 不是我弄的啊, 我在拍片。 我又没有说是你打破的,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啊? 第六, 因小失大, 贪小失大。 OK, 这句话的越南语就是贪皮贪, 是用来比喻一个人为了贪图方便, 或者是贪小便宜, 而失去了更大的利益。 我跟你说, 我昨天买了一个LV的包包, 给我女朋友当作生日礼物。 哇, 你好有钱哦。 我哪来这么多钱啊? 所以我买一个假的给她。 啊? 那他没发现吗? 他发现啦, 所以他跟我分手了。 因小失大。 第七, 迟到总比不到好。 嗨, 大家猜到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越南语就是 蒙公亨亨, 非常简单吧? 记住, 千万别总是拿这句话当作你迟到的借口哦。 你怎么迟到啊? 迟到10分钟而已, 干嘛那么生气啊? 迟到总比不到好吧? 你怎么迟到啊? 还好吧, 迟到1小时而已, 迟到总比不到好啊。 第八, 拐弯抹角。 你猜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吗? 什么?
你说你不知道，你给我钱我就告诉你咯。好啦，开玩笑的，这句话的越南语就是 Vong Vo Dan Guo， 是用来指一个人说话或是表达不直接的样子。欸，你肚子饿吗？我煮面给你吃好不好？好啊。好了。哇，看起来真好吃。欸，你累不累啊？我帮你按摩好不好？你干嘛没事献殷勤啊？没有啦，就这样你才会开心啊。说吧，别拐弯抹角的，想要买什么东西？我想要买LV 的包包。第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的越南语就是người Trung Quốc thì tối, người ngoài quốc thì sáng。你猜对了吗？放哪去了？你在找什么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啊？它不就在你脸上？欸，真的耶，我怎么没发现？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Các bạn biết bao nhiêu câu vừa nhắc tới trong video này? Nhớ bình luận ở bên dưới cho Howard và Adam biết nha. Nếu các bạn có thích video của mình, đừng quên share, like và subscribe nha.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影片，我们下次见咯，拜拜。